理论上是，那就是法律边缘，因为理论上是，就是法律是说不能绑任何什么投资啊，或者那些危险的东西。了解。就如果你在空旷的地方，那就没差的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看你刚刚飞那么快，如果不能碰撞到人的话，哦，就很惨，会很惨哦。对啊，会就很惨。